Hello，我是 John。这一集呢，那个进击的巨人啊，入侵洛圣都。那这只巨人是那个超大只的巨人，只是怎么看他都还没有说非常大。不过我先将就一下好了。我目前装的脚本是超人啊，超人配上他其实还 OK 啦。我原本是想要弄浩克，可是等一下再用吧。我先看看他有什么攻击招式好了，为什么用不出来？刚才还可以打人的说，这样卡住了。哦，他会卡底耶，是因为他下面有车子还是什么东西物件？我先把那个移动速度改一下好了。39看起来还是很怪，45看看，45有比较好一点啊。可是，好吧，没关系。那如果用45还用跑步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在原地踏步的感觉。所以其实大型模组在这种 GTA 上面有点感觉有点怪。哎，他居然踢到车子了，代表他下面还是有物件可以踢到东西。但他没办法踩爆车子。哦，是怎样？挥拳啊，他是挥拳。哦，挥拳的话就可以踩到车子。哇，那车子被我踢得好远哦。那我们试试看用飞行好了。哎呀，哦，他身体挡住我的视线了啊。飞，哇！居然撞到那个大楼啊！这样就看不到他的侧边了，那有点怪。我有可能我还要试试看其他的方法，我用录影的方式好了，然后我会再剪接一些他飞行的状况，还有他跳下来的时候的样子。然后我先飞到边边角角有一个道路的地方，然后把它。下降掉下来，哦，超音速，哇哦，OK，就这个地方吧，哇，慢动作，总觉得是不是要找个人打一下？我们等下试试看，找那个艾莲，装甲版的艾莲，跟他 PK 一下好了。诶、okay，等下，哦，哇，卡视角，是怎样？卡住了。哦，算了，我先把这个大只的巨人先把它停下来好，因为它完全挡住我的视线。等下，我看到人了。哦吼吼，哈哈。哦，所以第一人称的时候他打人是很快的，可是如果是用第三人称那种大型的时候，就几乎很难看到人吧？这样子很难看到有人被标起来了没有？看一下可不可以标一下？被挥拳吗？那么远？Jesus Christ! You're fucked! I'm from Liberty City! 打我！奇怪，怎么不能用招式啊？他卡住了吗？我叫其他的 bodyguard 出来好了。哎，不见了。哦。阿明好凶哦！哇，他中弹居然还可以爬起来，好厉害啊！开枪啊，阿明，他打我了，快点！打！哦，他被撞倒了，不是我害的啊，因为阿明没子弹，难怪打不下去啊！
OK，太好了，这次应该有办法击倒这个大型巨人了。我先把大型巨人叫出来。我觉得这次血量不要给他太多啊，都打不死他，所以这次我们给他5000好了，5000应该 OK 吧？OK，准备开打了。他在哪边？哎，等一下，跳过来了。喂，火箭筒刺透一下，哦。哇，他把我踩倒，快点！哇塞，我整个被踢下去了。哦，快点跑啊！为什么还被警察通缉啊？哎呦，哎，我的枪掉了，就多一把枪在地上。哦，凶，凶！哎呦！哇！凶啊！哦！哎呀！快点，一连，帮我打他！快点，一连！阿敏，快点！我们躲进去一下，他的脚好大啊！哇！哇塞，这样你打得到我？阿敏，不会吧？阿敏挂了，你不是无敌的吗？看一下他的尸体。阿敏，不，阿敏，我要为你报仇。啊，为什么警察一直打我啊？你们不是应该要打巨人才对？哦哦哦！啊！我被他踩扁了啦！哇塞！我要掉一把枪！快跑！快快跑！快快快快快！哦，跳过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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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哦！哎呦！整个被踩扁了！那警察怎样啊？哇！完全跑不了，太大了。行行行行，警察先生，我不是恶意要啊，好打就对了，你走开啊！哦，这个脚是怎样？啊哈哈，哈哈，Oh my god！喂，我只有机枪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为什么还被直升机攻击？来看他攻击直升机啊！哦，整个脚在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。哦，这全部都打我一个，这样不公平啊！车子爆了啦！哦，走开好不好？哦，我被围殴了！哇塞！哦，直接摔倒了，这脚也太大了吧！哦，我把车丢出去了，那挡住我没有看到。哦，超惨的哎！看看这个地板被翻断掉。哦，是怎样飞毛腿哦？大型红香肠，欸，打不到你啊！他一踢就踢飞好远哦，为什么地板对你没有用？然后子弹还贯穿了，哇！车子烧起来了！啊，哇，这也飞太高了吧？哎，这样我可以躲在上面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哇，直接掉在上面了，这样射击得到他吗？什么？他居然可以跳起来？
看一下可以绕过去一下。哦，哇、哦，这样也可以打得到我。哎、欸，它可以浮起来，为什么？我怎样？为什么它可以浮起来？它掉下去了。这样就像跳来跳去就对了。哇塞！啊！我要跳下去了。哦，这样还打得到我？飞呀、啊！扣到杆子。啊！我被虐爆了。我超大魔族怎么打的？哎，根本射不到啊！哦，凶凶凶！哎、欸，哦，哦，奇怪，他为什么射不到啊？他的弱点到底在哪里啊？啊，他丢东西了！还好我太矮，丢不到、啊，子弹都贯穿了、啊，哦。啊！哦哦，一直被踩啊！哦吼，被拖行好远！不要射我啦！不要射我，快挂了！警察帮忙一下！啊！喂喂喂喂喂！哎、欸，车子啊！我要车子！喂，我要开车啊！要射好不好？你跟在后面啊 ！Damn！ 喂！哇！哦哦哦！警察超凶的。现在变成是我是敌人就对了。哈哈，算了，我还是下车好了。啊，真是没办法专心开车。哎、欸，那台车被抓起来了。哎呦，我要掉枪了啊！我沿路扫射好了。真是打不到哎、欸！来丢我，丢我，丢我，丢啊！丢哎、欸，掉下来了哦。完全对他没有伤害啊！然后那个直升机在射我，哇，直升机很凶哎！哇，他妈踢我，我在观看他射击好不好？哇，这样连射还蛮帅的。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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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啊，为什么射我啦？这五千滴血太难打了，这个艾莲没有变身真的是没办法打倒他。好的，我们艾莲终于变身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他变身的样子。哇，他为什么还可以笑得那么开心啊？我们走一下，哇、哦，感觉在太空漫步啊。我来看一下可不可以踩车子啊？他是可以踢开的。哇、哦！就这样把它撞开了，它的货车厢都坏掉了、啊。哦，哎、欸，车子不见了。哦，抓起来了，抓起来了。啊，为什么抓起来车子在中间啊？好怪哦，就在中间呐、啊。哟，哇，哇，马上引起警方的注意啊！这个拿起来抓一下。抓起来，嘿嘿嘿，车子跟头合体了，这好妙哦！丢啊！哇！啊！我们这次赶快叫那个大型巨人来 PK 啦 ！OK， 他在我正前方啊，看，来吧，我们来 PK。刚才欺负我的米卡萨嘛，哎，米卡萨，哇！哇，他是我的好几倍大耶！他破图了，要掉下去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警察拿那个啊？警察拿棍子要来打我。
啊，你跳不到啦，你离我这么远。哦，我把他扑倒了，然后他掉下去了啦。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，我看他跑步，然后他拿东西丢我了。哦，他破图了。啊，跳去哪里？在我正下方啊！哇，真的很爱跳耶，是大猩猩吗？哇，人呢？哇，你怎样？我可以看到我的胸部耶，哇！来来来来来，我来这边啊，我来这里啊，在干嘛啊？真的怪怪的，看我的臭脚丫也可以。哦，咻！超人版的那个爱莲，咻！哇，这脚也太大了，我怎么看？完全看不到自己的路啊！好，还是下来好了。喜欢丢东西是吧？我跟你一起丢啊！为什么抓不到？这台车应该可以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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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丢一下！给我过来！要跳过来了吗？哦，车子掉下来了。哇！他还串一台车哎，丢啊，没中。来，车哥过来。哎呦，还有飞机耶！飞机从这边飞过去了。好，这台给我试试看。哇，你把我踩扁了。吃我的！哎呀，没中啊。好，看我们只能近战了。哎呦，踹我！爬不起啊，爬不起啊！这样挥不到你，为什么？我要不要挥高一点？我飞飞飞飞飞飞，飞着怎么高还是一样，跟他头部一样高。离我远点，这样那么靠近我还害羞啊。要丢东西了，要丢什么？丢车子也丢准一点嘛。人呢？在我下面。但真的还蛮难看到他的耶。怎么打他？哦，他完全挡住我的视角，真的很难飞。飞呀，咻，飞。哇，超音速在飞。人呢？应该在我正下方。哇，没打到他。飞咻，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咻。哇，地板都裂了。人呢？来 PK 啊。他在下面看我，怎么样？坦然相见就对了。来看一下正前方啊，为什么手势这样啊？这手势代表什么啦？怎样？这手势怪怪的。哦，我真的看不懂他的手势在比什么。他直升机这样掉下去爆了。你要上来陪我玩吗？还是怎样？还是要跳来跳去啊？沿路飞啊！发现他用第一人称比较好打他。好，我们来打他看看。他在我面前飞来飞去的，为什么我们飙不到他啦？这样怎么打他？
应该有个地方可以打的，对啊。哎，为什么楼下是 Facebook？ 我到 Facebook 的总部吗？真的是 Facebook 哎，是怎样？哇哦！我下去看一下。哎，不要闹，不要闹。哎，哎，我看一下 Facebook 啊。那我进去一下。等下我太大，我太大了。我先，哦，先把你干掉，真是太麻烦了。等等。打车子就很快，为什么他没有物件可以标啊？就是红色的三角形有没有？红色的三角形就打很快啊。怎样？那什么坦克车出来了？哇，我的身高跟他差太多了，完全被他踩得完。我只能靠我的超能力了，飞呀、啊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。哦，奇怪，真的是打不太到他，打不到他是怎样啊？他又要丢东西了。哎、欸，太远又不见了，啊，近点呢？丢，要丢东西，丢，丢去哪里啊？哇，好远哦！算了，拜拜。好的，看来是没办法战胜他，因为完全贯穿，然后又打不到。或许各位观众有办法打赢他的，欢迎投影片出来。哎、欸，好，我先看第一人称啊，他跑去哪里了？到我正前方啊。奇怪，你是要去哪？你是要去吃冰淇淋吗？哇，超大猩猩！到底是在干嘛？哦，一直扔机枪飞过去，哇，爆了，就在我面前，哇，身体撞一下就爆了，是怎样？这么强？哇，哇，你就这样跳过来哦？现在流星跳来跳去就对了。哎，哦，换我穿墙了。好啦，这个模组介绍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